你做得好，但是你播出不好看。你我播出好看过吗？我们这师徒关系都合出来的。那是，那一宿一宿的。那玩意那数三十数的。你得管我叫叔。喊不喊吧？雷佳音喊不喊？喊就过。你护着我点儿，师傅。你在这儿呢，师傅。啊。你喜欢我还是你烦郭宁飞？那我就喜欢你，是不是？这节目播出去，咱俩就是废物，我跟你讲。傻了吧唧，咱俩是不是没有智商啊？我有啊。我不想跟你走一起，明天怎么录节目上去啊？月婶儿。